对，这里是我们的小菜园，我们有种黄梨树、板栗叶，还有杨桃。杨桃我们拿着这个纸袋来打包杨桃。OK，哎呦，Eunice，你在做什么？你在爬树啊？诶，以为你在做什么？哇，泥土上去捅那边啊，OK，很好。我们的气锅打了很多，下个星期应该就可以采了。但是今天我们要采本来那，因为本来那已经熟了，所是以现在哦，刚好。气锅哦，很多气锅哦。哇，你看这里有几多？这个是辣木叶，哇！看爸爸要去哪里？他这个板蓝已经熟了啊，很重，谁可以帮忙我？最有力的有谁来？这种哦是青皮板蓝来的，它带一点黄哦，就可以吃了。嗯，有金站过去那边捡。哇，一刀下去，很重嘞！哇，我们大丰收还了！有一个，哇，还有一串还没有熟。还没熟，下个星期了。给我们这里满地还有番薯叶、芋头树。还有咖喱叶，哪个倒了我要去？我们再看看这里还有什么。哦，这里还有那个叫做铲菜啊，我们铲菜已经有种子了。铲菜的树上面，在树上面这个是红毛丹树，哇，我们有几粒红毛丹了，开始有几粒红毛丹了，OK。哦，咖喱叶，这个薯仔菜，香茅，好嘞，我们看爸爸怎样割那个香蕉。可以直接掰一条来吃吗？应该是可以。那谁要吃？谁要吃香蕉？哦，以为要是香蕉，来，哇哦，新鲜采的，好不好吃？好吃，讲 good，good，尤尼斯，你在做什么？吃香蕉。站过来这边，有喂，你有彩呀、在地上，那边。